探讨活动三之二，声音比一比。一，手持木头汤匙，使用不同力量敲打试管，听听看试管发出的声音。二，将三根试管装入不同的水量，分别对三根试管的管口边缘轻轻吹气，听听看试管内空气发出的声音。想一想，一，以不同的力量用汤匙敲打试管，请问声音有何不同？答：敲打试管的力量愈强，声音愈大声。二，对水位高低不同的试管吹气，请问声音有何不同？答：水位愈低的试管，吹气时的声音愈低沉，水位愈高的试管，吹气时的声音愈高亢。